都没有味道的，还是吃辣条。小高，你饭都没有吃完就吃辣条啊？你要吃吗？不不不，外面的辣条添加剂多。不然呢？我又不会做。啊，你这碗剩饭就可以做辣条啦，我给你做一个吧，绝对馋哭你。你会做？说干就干，小伙伴觉得我能用剩饭成功做出辣条的，扣个520。觉得不可以的，就扣个666。嗯，咱就用小高吃剩的米饭做一个1块钱的辣条。倒到大碗里先，加入50克面粉、5香粉、盐，最后加入辣椒面，再打2个笨鸡蛋。戴上手套，用温柔的小手揉搓它们，像和泥巴一样，搓到它变成一团为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累啊，终于搓好了。下一步用这个案板来拍面团，把它倒进去。现在来反复拍打这个面团。哇，终于弄好了。接着我们来擀面条，我没有擀面杖，只能用个杯子来代替。擀它一马平川，把这个面团擀到扁扁的，跟平时吃辣条的厚度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擀好了，然后用刀把边边给切平平，然后再把辣条切好，用刀压出细纹。等压好了，咱这就拿去厨房下锅蒸15分钟。好盖子开蒸，利用蒸辣条的时间，咱们整个拌料，加点辣椒面，孜然粉来一点，撒几滴盐，再来点白糖、鸡精、一把芝麻，用热油呛一下，这滋滋的声音贼爽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小料也贼香了，闻到我精神抖擞了。辣条现在也蒸好了，咱们去拿辣条。时间到，开锅。哇塞，成功了，噔噔噔，满满一碟。现在把它倒进去酱料这里，让味道裹得更均匀。小料一拌真的是贼香啊，我都忍不住赞叹了。现在装盘吧。装好了，啊，一股辣椒油的味道。咱现在呼叫一下小高，小高，辣条做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尝一下吧，试一下味道，哇，正常。我做的好吃还是外面的好吃啊？外面的好吃，没有味道的。哪有味道？都是辣椒。但是有味道还是可以的。你怎么吃那么久还不吞下去啊？那饭太实了，有点难下咽，辣度还是够的。我觉得挺辣辣香香的嘛。就是辣度够。我觉得卖相还挺好看的呢，芝麻粘在上面，真的是像外面卖的辣条一样。下次饭再调调味道，就魅力魅力股了。有待改进。不错。辣椒粉真是加太多了。剩下的我们就留给 CC 一个喵姐吃。爆第一。喜欢吃辣条的宝宝们，赶紧收藏起来，不然就找不到了。还想看我们挑战什么？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